我你现在现就在在那边是你吗？飞过没有？你飞过去我就飞过去。你要先加入进去吧。你先加。活动记录可以打，贸易生中活中心、这个，博物馆、刚刚看了一下介绍影片哦，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打什么东西可以这样打？的。有些那什么什么任务，你先飞过去啊。零班飞三到角的那，一零四，对对，零班三一角那零个，四零。对对对，那一个，嗯，飞得过去吗？哦，你那可以啊，你那个主线都打掉了，这边人都打掉支线，了，很好，所以我要陪你打这些主线，对不对？对对对对，那差不多等级就拉的差不多了，现在你现在十几人？二，七人。算算，还是没什么差别。对啊，可是我想飞去白宫一下。动一下呢，我先穿过去再说。你要靠我飞啊？不玩的。我已经，你不是可以直接飞安全区吗？我那边没有去过。哦，你没，好的啊，我让你飞，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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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哦，那你么。客气了。Should help you get the area back in shape. The people around here have been through a lot. Having you watch their backs will make a Now, big difference. 无人机, 哦,这个, 增强剂, 这是什么? 播种。 你好吗？Star，二等一下，四六，六个国土。就选择这，挺好。储藏箱到现在还用不到。那你后期就用得到了。那后期也是。我看人家刚刚介绍影片，哦，原来是站住啊。这样，就是有些任务可以不用硬打。对啊，有些任务不容易打。哦，你现在七等，好，你们要走过去啊？啊，我等你啊，十我在那等。边等你。来，我到了。等我。
我在任务的门口前面，因为我都先打过了，所以可以直接飞过去。我穿过去。应该不会打太久吧，我想休息想休息啊？了。嗯，我处理家务事就有点烦恼。嗯，为什么会飞在这里？那你还叫我？我多少玩一点啊？玩，感觉没在玩什么。哎，你怎么进去没有回去。了？哦，我刚一飞，怎么不知道为什么飞你飞到白宫那边，蛮强的。有吗？但不是在我旁边，嗯。走前面。你看这把叫什么？N1A 哦，是 N1A。要找人家一起来打吗？不用，越多人越难。为什么我想挑战能力？嗯，挑战呢？你要这样试也是可以的。真的好。主要我跟你讲，越多人真的越难，而且越难杀死一只怪。两人小队是差不多的，而且我们现在等级装备什么都还没有，说正式起来这样。还好啊，就团队合作啊，不是吗？呵呵呵，好一句团队合作。我靠！有复活的吗？要不要救？哦，可以可以。没电了。还有几个？你要跑出来了！这关有，这边会出一只大只的，怎么没打到他？这边的国土在那边，你知道吗？嗯，这边的国土啊，是哪边，你知道吗？这边有国土吗？有啊。我看不到，我记得好像是打到最后拿的吧。因为我是。因为你不在的时候，我好像也才打破这关吧。狙击手，那里？我看到。
打一只。瞬间解决三只。旁边小仙要来了。我旁边那已经解决了。可以。要相信队友。这边对。有等下上面会有狙击手。Yes， 顺便突击一下你。那最后面你有办法用狙击枪射到吗？看看吗？射到，你推一点吧。别打我，不要打我。其他就帮你补了。你跳下、进去了，进去里面打那一只。你知道，我压。因为我刚刚想说顺便换个技能，试一下。我这边先说我没补了。我攻击技能，你为什么没有带补啊？没有，我想试试看。你以为你现在补可以用护甲、啊？好吧，好吧。对，要直接跳下去。哇，火焰吉祥塔怎么那么强？好强啊，他的火力也太猛了吧。有呢。啊，主要他没办法射到比较远的地方。我觉得有比之前的远啊。秒数一分钟。不错不错，你说技能不是可以搭配装备吗？对啊，还是插件之类的东西。就插件啊，就技能要插东西，只不过这应该要玩到中间吧。现在你不是有吗？技能后面，我不晓得怎么装啊。如果我知道怎么装的话，我试着装啊，装不上去啊。那你要我怎么装？喝个饮料。
等一下哦。There should be a terminal that'll let you reactivate the node. 找到特工，去找他了。他死掉。Looking for someone? Who is this? How are you on this channel? Friend of yours gave me a real nice wristwatch. 回上面，回上面。He's right here. 哎，你在干嘛？ If you want him back, we can make a deal. You back off, we'll deliver him unharmed. Mostly. They'll keep him alive. They aren't stupid. Just find that hyena piece of shit and waste her.你有点那个爆头技能那个经验值增加的吗？没有，反正那些之后都点得到了。那个我会最先优先点，我优先点那个，因为我感知到说，我知道说一定爆不了头了。没有，因为它底下有的。击杀什么的啊，你有时候刚好巧遇的话就增加经验，我是这样的。我要换边了，因为我打不到他。为什么他打得到我？角度啊。很好，他可以站四哦。啊，你继续打，你继续。我压住。搞意思啊？不然嘞，他那样子都能射出啊！我真服了他，我这么一只啊。后面也一只啊。对啊，就这一只啊，这一只是比较强势。处理掉。你不是？什么？专家会遇到爱哦。No， 耶、yeah. ！你刚应该先自杀比较快了。没有，自杀也没有用啊，你还是被包夹、啊。我没有，我包夹的话就不用退回去啊。不，就算你不用退回去，你那只跑到你后面之后，对不对？你还是被射死啊。我还是要撑不到30秒啊。可以啊。不行啊，刚才就撑过了，好不？早上就撑过那么多次了，不要再说什么可以。你现在是撑那30秒是吗？哇，这次我去复活要30秒耶，大哥，因为很快一样。我就感觉到就是说，他就是抓你，就说你那过不了，会撑这秒数的时候，他一定让你不会过啊。过给他看啊！那你那我不想，我不想先处理啊！我不想花那么多秒数去用这个东西。飞机啊！你看，一只都能让你站死，更何况还有第二只。附近。硬是把他压着打，哼，就这个方法。
这边有，又来了。我要走另外一边。对呀。有没有这样子就拦住了吧？用火焰机枪打去拦。哦，射程还不是蛮远的。不像一代的，一代我记得没有那么远。车子跑过去那边，车子那一只在哪里？不要，快些！嘟嘟嘟嘟，啊，回吧！机枪台说战术击杀，因为他战术击杀的话就会加70他经验。有点那个不是就是说要送送的吗？嗯。你东西不捡一下？什么东西？管他是垃圾还砸了，我至少都捡一下吧。嗯，我想要，因为太不明显了。我今天早上也才打到这个而已。所以早上输的就是这个。输的，我想想。输蛮多的，嗯，火焰机枪塔还没，七 D 还没好。等下打 boss 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嗯。爆炸！不用理我，你不用自己叫。我怎么了？我这有180。啊对，啊来啊来啊来，什么东西来了 ？boss 来了，后退后退后退，火焰机枪厂有在烧吗？没有，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烧吧，那可以帮你补那个火焰。你没在烧，我没在烧，还有角度问题。我先把那个自爆一下。是后面有一只啊。我在想是角度问题，不是。哇，100发打完都，是啊，可是外面好像还有。实验证明，机枪塔应该要调角度。真放不过去。
那我换个装，换个玩具。可以，那我开个箱。我现在都蓝箱。12等。射速不用理他。后面好像暴击几率会变得蛮高的。哎，等一下，江东，等一下你回来。干嘛？我看一下这把。你丢一把，只要是那什么N1A啊，你丢给我就好啊。N1A N44卡宾。这把要怎么丢？你看那个还有那个符号，那个给的那符号吗？嗯，没有。没关系啊，N44卡宾不要丢啊，你自己留吧。N44卡宾我怕我用不习惯，你自己留着。你用不习惯。嗯。因为你刚刚拿狙击枪战士的话，对不对？我那一啊，等，回来，我那个倒不，我觉得倒不如就直接我那另那个 N1V 射下去还比较简单一点哦。那你们要射，那一直压我都射不到头。真的吗？哎，我背包满了，你捡一下吧。啊。你为什么不用直接全部拆掉啊？你防具有拆吗？好，我先拆。战斗中不能改装备。演一边。所以那个特工是一定会死的吗？对啊。子弹车来喽！请自爆。打不到。抬头了。真的打不到。再去外面了。啊，假如这边不能重生，那等下也不是这样会狙掉吗？不会啊，稳稳的打掉了。啊，
他没有想哦，差评。都没电了还想？我后面总有人呐、啊。后面有人吗？哦，有人。对手是狙击手。嗯。爆箱。球弹。他浮空了，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那个，没有，不错嘛，不是，你都快挂掉好不好？多少多少？你从这边去，我从这边去。打不到。嗯，完成任务，不错。Fucking。Look, there is nothing you could have done for Espinoza. That fucking hyena was toying with us. I hope she suffered a bit before you finished her off. Anyway, thanks to you, we're an important step closer to getting the Shade Network back to full strength. You did good. I'll see you around.嗯，他这一代还是一样，不能够随便丢装备出来。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啊。你刚以为说什么？好像每个都可以一样，其实有些行，有些不行。啊，有些是分是自己的，有些是。Hello。哦，这边有一个国土，先出去吧。哪里？我刚好像不找到一个奇妙的东西，主要我觉得还没三十等，用这个，哎，不好。嗯嗯。等一下，我先拆东西。你拆？你房间那些有拆吗？全部标记为垃圾，然后我现在看到一个有一个国土在这边，应该要爬过去吧？爬不过去。另一边爬吗？嗯，这边不行，再另一道墙。慢慢来走出去。我那些我是都捡过了。嗯。欸，有，我看到了。
可以用的等级是25等，也太高等了吧？你跨等哦。备用零件外罩。啊？那算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干脆全部要拆吗？什么东西？你说装备吗？嗯，低等的那些没有用到的就拆掉啊。嗯，就是，哦，这几把也是，好，我上个厕所。嗯。喂，那行动蜥蜴升级了。Thanks to your hard work, we've been able to make some critical upgrades to the base of opera. We restored access to the city CCTV cameras and updated our maps to see the situation. 会啊，当你一直接下去就是升级。Comfortable places to sit and have a hot meal, giving the staff a place to relax and boost morale.哎，我技能的还差3个就可以解掉了。Some of these will remain here to create a stockpile. The surplus will be redistributed to civilians in need. It's hard to believe we have a surplus of anything. The White House is coming back to life. Keep up the good work.假如要解锁第三个技能，要怎么解锁？嗯，第三个技能解锁不是有一吗？有一就能解锁其他的了。有吗？在哪里？你要去解啊！你看你的地图，然后有一个三角形的图案，有没有？
在主线或者说控制点之类的那种都要先去捡。等我一下。嗯，就是那个任务的图案旁边有一个小小小的三角形这样子，有没有？你说那个多重击杀要点吗？多重击杀，嗯，对啊，那个先点起来，练等，反正就那增加经验那个一直点到后面有没有？打起来也比较轻松，经验跳比较快。我点不到那边，点不到那边就先这样了。那我先点别的好了，因为它等于是额外给你的经验，它不是你杀死的经验这样子。嗯。哎、欸，为什么我按区任务是这里？还有发动暗区侦查任务。就是这边先接啊，是，我觉得这一带受污染区域反而好像没有升级口罩的方式，没有啊。然后我觉得他已经可以再做后面 DLC 再做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这个吗？这个任务、嗯、博物馆，我直接飞过去了。嗯、你要先打博物馆。我要刚好就打这个。我要刚好这三个在一路捡过去的时候。哦。就刚好这什么海军广场这边，就顺便打一下，就在一路打过去就好。海军广场。嗯。哦。也可以啊。就是这样一路捡过去。那走过去一下。那我刚刚有捡到一个，把它扩收弹夹起，看一下有没有。没有。都快15等了。哎，现在快14而已，15、16。只是后面的任务又那个奖杯有些要接好啊。全金白金不容易啊，还好吧，有心，我们一代都白金了。有人哦，我靠，怎么后面也有？不用救，不用救，不用救，你继续打，不要救。杀回啦！
是吗？干嘛？挂掉了吗？还没啊。可惜啊。就不喜欢。撑住，撑住。为什么一开场就遇到这些人类？那我们这边还没占领呢。啊！机车。这台机器不突兀，直走右转。你要接吗？国土啊。好，国土战略箱。我看一下方附近有没有资源。再有二楼。嗯。二楼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没有。要换这边。他没有那个跳楼然后损血的那个的。这样不错哦。那这边有东西。因为这边有两箱哦。进去里面那一箱吗？对对对对，从这边进去吗？对，进去。在这里啊，我到了。我在他门口另一边。是要多久？好了，我要打这边的问号。这边问号，旁边有一个问号，你有看到吗？有。哦，这边还有一个箱子。这应该就没了吧？那没了，这各个吧。那一堆人在那边打，没有没有，跳下来会扣一点血，只是问题说我们回血回的太快了。命运在那边了吗？嗯。冲啊！
你想新爆是不是？我不让你新爆。射不到。越他越跑越远，越跑越远，我射不到。这边是吗？嗯。给我十秒钟。他们一直跑了，对啊，对吧？多重击杀瞬间增加800多经验，因为打完了吗？嗯，打完了吗？打完了，打完了。我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哦，因为有几个跑掉了。好不好不。所以去打那红色的，那还去观察好了。然后是少打这些吗？干嘛有人吗？还有一些怪啊。要帮忙吗？一半一半，没怪吧？我没看到了。我这边有。没有就走了。等一下，敌方首领，小心！呜呼！你们这群援军现在才来、啊，另外边，另外边，想到对面，对，
你们看到人？你们看到人？我是有看完，但是我射不到，想射手也射不到。又射到了。这也太耗子弹了，换枪。好像这次他有做一个很好的判定，就是说什么部位破坏的案子。嗯，好像打一打，好像在打恶魔猎，那魔物猎人一样。这不想象在哪里啊？里面吗？这边一路直直去。嗯，这边不几点，看一下有什么，有什么？没哦，你用那个枪那些的。还有资源吗？啊，这边有电话。600多发子弹，刚打到剩50发，我看到，很好，剩50发，不知道怎么办。像这种，这把是什么？嗯。等一下啊、哦！我感觉一个礼拜死等一个，好像可以接受。我看一下，这把看起来怎么不太一样？因为它这次有多新的枪啊，你留着吧。我又不太会用，那你就拆掉吧。那你就拆掉啊，狙击枪的伤害一定高。那就这样。像我玩我还是最适合那种一路狂射的。你不要记了，0.2公里。你到了没啊？还没，我这边有敌人，先杀一点。
他在楼上还是楼下？我原来在这边哦，我到了。你在哪里？我在楼上。你在哪里？哦，闯过去。你又还没到？我刚才在捡谷主啊。哦，你那个右下角又还有一个国土。先捡国土，再去接任务吧。哦啊，你在解任务啊？我已经开战了。都讲了。来来，你先去捡你国土啊，不急啊。很好，漂亮。你去打，你打完再救我，我压。又来了。喷莲。救得到吗？应该救不到吧。有点困难，因为他们怪异出来，我尽量吧。嗯。你要拜拜拜傻傻。他叫救援就这样子叫，不是吗？他为什么像跟人家讲拜拜啦？拜拜不是这样子拜吗？刚狙手射的是吗？对啊。这就是入口。我明天晚上也才能玩，明天要开店卖草莓，最后的草莓啊，正要结束了。什么东西啊？还在上面。应该在上面。今天明天好像会更冷。嗯？嗯。天气啊。真不错啊。以前三月哪有啊？三月爆热的，场面根本撑不下去。现在不一样了。小心，你那边很会出怪，先跟你讲。没关系。前奏，嘿嘿，三枪来了。是喽。变一边。
太前面一点，后退一点。快快快，换弹换弹！睡了。我忘记这边会出黄的。欸，这边博物馆打起来是蛮爽的。啊，没怪没怪。哦，我刚刚也才打过而已，真的是哈。就经过了没？那标记为热色，他就是直接拆了，是不是？没有啊，他会在你的包包里，你要自己按拆，然后他才全部帮你拆。不是标记热色吗？标记热色只是把装备那些装标记成热色而已。哦，电视你都给他毁掉了。这么差吗？你要看吗？我看一二三四四个孔。右边有两只，是不是？没有，右边。好，我打了。赶紧收起来，收起来那个 CD 减半。喂喂，无人机收起来 ，CD 减半。我自己打，我都善用手榴弹。哦东西，你丢这出来干嘛？哦，改，那你丢完以后就能给他死。一百多秒，上面现在人怪在上面了。
数不够。哇，疯狂冲哎！可以不要这样吗？你好彪，结果我觉得你越打越顺了，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嗯？没有为什么。你都拿你都拿什么枪？灯光的呀，呜呼呜呼，我要后退，后退后退，那旁边给你打吧，啊可以可以，不然我还。不然我还要专心去打旁边的。先一只黄的，再哦，还有一只红的。哇，狙击手，好，是吗？前面有一只狙击手，没看到，我看到，他刚刚在瞄着我，不是，哎，躲好，躲好，相中，在哪里？没看到。还一只，还一只，还一只鸡！你旁边后旁边，经验值狂加，这根本练就很好练。你要看后期啊。刚忘记叫你收起来，那我自己会收，这是我自己收的。哦，啊，对，这一段要给你看。Go, go, get out of here. That must have been Wade. Come on. Would have been nice to bag him, but he's not your primary objective. 你没看到。Get to the TV studio and get these guys up here for good.那东西好收吗？没有。不要过去了，你过去了。我顺便吸一下人。
要以战术包抄为主。他们等会往我们后面过来吗？不会，但我知道前面之后会很多怪。哦，那还好。收不到。打字是吗？不是。For the transmission control module, it handles all communications going in and out of viewpoint. If you reset it, you'll lock out the true suns, and we can take over the channels. 啊，在笔电。Okay, stay by the module and make sure it completes the reset. 关系这个。防御啊，从我们后面出来。小蛋，什么手榴弹？有一只在我后面。有。后面紫色先干掉。可以吗？为什么我不能躲？哦，可以。这关这关很机车哦，等一下上去。都上去干嘛去了？从这里这边吗？是吗？是这边。等一下上去要先打脉冲。为什么？因为脉冲会破坏天线，你不打的话，天线爆掉，我们就输了。你负责掩护我，我去打脉冲。看情况，是情况，是情况。好吧。嗯。不要以为说计划一定会有。不能用技能哦，先跟你讲，不要没办法用技能。没在这里没办法用技能。打掉就好了。对，打掉就好了。来掩护我一下，要射击啊！不要让我一被打。你不要跟着过来啊！我先补一下。技能无通，无法使用。可以用技能了吗？我的司机也没那么快。好，boss 出来了。扭走了，扭走了，扭走了，妈，扭走了，擦擦的。
boss 很会跑啊。 还有人。 破枪炮在远处。哎呦。 所以你刚刚打这么久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哦。第一开始我不知道脉冲在哪里，我是自己一个慢慢摸索脉冲在哪里，才知道这边是第一个有没有？这边第一个，然后里面那个圆柱那边也一个，然后这边其实有两个，这边底下也有一个，所以我刚刚就说要。 要那个就是这样。这边还有国土啊，我去捡，捡完就那个再看。再休息啊。再看下一区的国土好不好拿？就先技能，我觉得先捡那个专精的先捡一捡吧，我觉得坐一坐。那等你啊，先生。 等你啊，等你下楼梯啊！别没，我刚想要直接飞了。我在下一个点等你，你先捡吧，我先飞过去等你。有那么多？嗯。转太快。 干好白目、喔！怎么说？没有，就是纽西兰清真寺啊，然后被人屠用枪屠杀，然后死了40几个。 那都人家的生命啊！今天也差不多了。
好，回去点技能。没有，你要举技能先打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有一个技能点。一个而已，我都不信，就已经按下去了。解锁一个技能，我该点什么？我哪知道？啊，化学放射。不洗它了。啊，整个专精，有污点。这是三四的。哎，暗区最高等就十等到九等。没有啊，我不一样，那是阶级。我记得是阶级啊，哦，那就是我们现在阶级还是很低就对了。嗯。等下直接飞我下一个点。这边开始，我的国土就可以就要顺便建了，跟着你一起建。嗯，下后面下一个点，除非明天我自己建完。你现在人在哪里？你走不到那个安全处那边等我的。安全处为什么？因为我那边的点还没你现在跑啊。不是大任务先解了，比较花时间了。可我到时候还是要过去那边收那个要那个存那个存那个点不是吗？然后才知道说这里面我缺什么东西啊。啊，安全区你还没去啊？对啊。哦，早讲了。那要不要我先飞下一个安全区，然后让你那个？嗯，也跟着飞好了。我先飞这个，飞完这个，我准备飞到你那边。哇，有人二五嘞，这么快！什么是有人二五？在十五等。你们早就满等了，好不好？我飞下一个安全区了。等等等等，哎，你干嘛飞啊？难怪我这样一你直现飞在都飞不过去。没有，刚飞而已。我刚已经那个飞了两三次，都还没飞机率。真的假的？真的啊。好的，这边是飞好。等一下，这次你觉得地图做大还是做小？那其实算大啊，嗯，只是看起来很小，可是其实是真的很大，看起来细节做看得很起来小小的这样，
对啊，一代的话事情比较少，都在找东西。嗯。可是他把找东西的要素减少，可是相对有没有？相对那些，相对其他任务做多一点这样子的感觉。你进来了吗？嗯，我进来了。进来了。嗯。对。那还要飞回的刚刚那个。刚圆环那边的吗？你说圆环这边吗？圆环这边的话，我们控制点是打不了，就顶多就是那什么，一控制点打不了。三控制点，你看一下几点好不好？控制点几点？哦，讲错讲错，几点？最右边最左边的那控制点，最左边，都市废墟吗？嗯。不要打得赢啊，总会打不赢。那你要先进哪里？ 我想是直接那个从最右边这样子一路打到左边就休息了。最右边？嗯，反正就是地点这里啊。嗯，就这边我标的国土战略机嘛。的装备，这个一路打过去，主线还不要解的话，主线明天解的话是来得及。你有去侦查任务吗？是有啊。没有。那还没解没关系啊。还有文章没有，至少把路口解掉啊。那慢一点没关系吧，我觉得，因为我是听人家说，就是你现在解的那个暗区任务只是一个故事剧情而已。不会碰到玩家，那还可以，那很简单。最主要是这些一路捡过去就好，控制点就顺便打，主线就还不要打。跟我走吧，那走我拿你出去。这要怎么走出去？我哪知道，他给我一只，他空中掉了一只绳子，哎，这 bug 吧？不知道，另一边走出去啊，有吗？从那边走就好。那出口蛮妙的。后面只要经验值不够的地方，就是那什么拿那什么来接。啥鬼了？我枪开始打不痛了。这是十一等的。刚任务都还在十等，有没有？哎，你现在才八等。换个技能，等一下。你手榴弹可以带几个？看一下，五个。哦，我带七发。啊？七发？打七个手榴弹啊？为什么是七发？就点增加手榴弹，点一点就有了。不是为什么手榴弹是算发不是个？啊，啊！你重点是这个，我还被你吓到。也有手榴弹七发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你有榴弹枪了。
别走啊，先生。你这边国土，我标的那国土，你有捡到过吗？我捡，你标的那个我捡过了。我还没捡。我怎么没讲过山上庄？然后等一下直接飞我下一个国土，还有手机。如果还活着的话，呜呼！剩一只。二楼吗？不可能啊！那个在路边啊。路边？是外面吗？对啊，我先。外面，在外面。还有一个是在下水道的。在外面没有啊。我看，哦，在里面，那个在里面啊。哦，那个刚刚找啊。那个看到看到。哦，你现在是这样，为什么是在这里啊？我想是在解云环这边的，你怎么走去那里？啊，算了。没有，我只是顺路过来捡一下而已。你要捡吗？我现在飞过去，加进了，加进点一下吧，不然我就觉得想说，就是干脆那个我们之前那个国土那先捡一捡，然后技能升一升，再冲等好了啦，再冲好了，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安全的。哦，你要一解国土也 OK 的，就在那里。可是我看不到你的国土啊，就你这边解差不多了吧？我这边一二三四，还有四个国土要打。这边还有吗？这边有啊，这边这个点，你站的地方吗？没有啊。这个，那就直接飞安全区跑过去就好了。飞安全区啊？还是你要直接跑过去也可以？那你这边，这边剩四个了。这边剩四个，剩四个。哦，那鱼塘那边还有，也是四个啊，也是四个。嗯，难一点的先解是吗？因为我想说国土解一解，解完差不多就真的要睡了。那明天又是早班，很麻烦。哦，那解国土好了，比较轻松一点。嗯。就技能先点一点吧。觉得他能做出像 EA 的那冒险深刻那个机制，我觉得真的不错。机制，嗯，就是你现在在外面打嘛，对不对？就比如，就是这一张地图就有固定几个玩家，然后那玩家就看到你在打的时候，对不对？他就会过来跟帮忙你打。嘿，懂意思吧？别怕，这条好像死路，感觉死路。我想你为什么要走到这里呢？因为他刚倒，给我倒这里。我倒是倒另一边。
怎么还有怪啊？哟，没了。那赶紧吧。对。这一代紫钗我人物不能趴着打。你到了吗？我刚才是在这附近。这火车可以爬吗？哎，哦，那边可以爬。这边还有东西。为什么会有人？一定会有人啊！哪里啊？这边啊！啊，我看到了。国土在这边啊，这一节车厢。那另一边有东西吗？后面有敌人。这一节车厢。哦，原来在这一节车厢而已。嗯。而且他这一节这有两个。嗯，我看没有了。那走吧，下一个。会经过控制点，你要打还？控制点打不赢就算了，就找人家摸过去摸到就摸到。控制点是打得赢了，只是控制点打比较久而已。嗯。没想到只先把包包升满、啊。没有打到控制点。包包升满，慢慢收集，慢慢卷，还比较简单一点。我也是这样想的。有龙，靠！你后面还有人、啊？没有。那什么东西还劈劈了？没人，走了走了。这边有声音哦，为什么？这边是沙小，看一下。嗯。哦。进不去。哦。这边有一只手机。进来又像迷了。我怎么没有手机？我看到在里面。没有啊，这样子要想办法进去。这个我后面有空再来好了。那这是解谜，这有点解谜要素。哦。对了，有没有？走、啊。那好像跟我们之前那什么，有一个开东西的一样，开那什么类似发电机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有一关不是卡很久吗？卡超久。嗯。有人吗？里面有东西可以捡。人可以不用理他。有人说什么广播？广播再加那什么制裁，对不对？他说那可以不用急，不用那么急自己。对啊，那不用。应该是我翻，不是你翻吧？那你怎么会跟着翻呢？还有人吗？有，还有一个。
是的，是。那这附近，那这边这边一只。对对对对。有有，看到看到。要跳。这边箱子。这边还有吗？这里。那边。还有这边。嗯。那个门可不可以打开？看一下。下一个点。没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门，这个门。哪里？这个门，这个门。那个吗？好，这个门打不开，怕我欠。不是有很多个门，就是有那黄色锁头吗？嗯，那也是黄色锁头啊。可是这不是黄色锁头啊。我不是一直有在说。我们玩的那个什么，那个解心日的那一个，那很多人都很多都有经典的画面，好不好？啊、哦，解心日。嗯，开门怎么开？是射门。好多、哦。没关系啊，还有吗？砰！啊，结束。那广播不解，那广播其实解的没什么意思啊，因为那广播解了以后有没有他的任务还是会一重生？对啊，那你比较有事情做。对对对对。哇，看这游戏的白金要怎么做？要叫人吗？叫人干嘛？控制点啊，是吗？啊、是吗？我现在是往控制点走啊。好像是。要叫就叫啊，该叫就叫啊。你知道，你知道。还知道。再一集啊！再一集啊！再一集啊！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他？你看到吗？看到了。不要怕，先生，不要怕。机车，那什么东西啊？哎，这蛮多，这蛮多零件那些都可以捡的。可，你这样子在干嘛？我在等你开门呢。那这边一下。哈哈哈哈哈！这是有走远走远。嗯，有走远。这边有些东西可以拿，目标情报一些东西，因为感觉有些东西太不显眼了，你知道吗？当然了。啊、好，哇，行，马上去看一下。你好不好？所以我觉得之后他那空投倒是可以去解。嗯。满足一些玩家。那这边有东西可以解。你错过哎、欸。哇，还有这把散弹枪。哦，碎啦。
对啊，这边总有一箱这个。拆解。那你那边怎么走过去的？我没走啊，你还跑上去不是吗？哎、嗯，走、啊、上去上去。我顺便捡东西，我顺便捡。嗯。没有，那是要走上去是不是？嗯，一言不合就开战。这枪是哪里开的、啊？上面。再来一只，我要省点弹药啊！嗯，没事的啊。换枪打。嗯哼哼，不是的。像那个什么？等一下。打弱点经验值。但我就跟你说会有那些人，有叛变特工。你要看吗？看啊，反正都要。这个。Well, anything? He was carrying a bunch of gear.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if any of it was worth shit. What's in there?Some knee pads, gloves, helmet. Oh, and an SMG that looks like it's in really good condition. That guy was way too trusting. No kidding. Fun. He wasn't the only one. 没接站着。收刮东西啊。哎、欸，就在这里啊！我知道，外面中心进去了。现在几点？51分。十点吗？对啊，10:51。把这个剪掉吧。然后我三区的还有24个没剪。那就。先把这个剪掉吧。好，那走吧。哦，从这边出去就好了。哎、欸，有电话，在哪里？没有吧？有。会在上面。有可能。外面吧，是外面吗？不是这边，在上面了，看一下怎么上去。嗯哼，傻小啦！哦，干嘛？祥真，我要拜拜了。这么快啊？
机车哎、欸，差点对，拜拜。你要干嘛？我准备啊。从这边上去啊！我看到路了，他们刚刚出来的地方。你拜拜了吗？哎、欸，门关起来了。刚刚是真的差点拜拜啊！没有，我看到手机在这边啊。我看到了。那怎么上去啊？嗯？哦。从旁边绕上来。这边。对对对对，上来。对对对对，这边。哎，哪里？嗯，你那边、啊。哎，这边都有手机的图案是吗？在底下。哎，这边是在哪里？另一边吗？不知道哎。我说这边的手机，这一个手机呢？像我站在这边的手机，啊、对吧？还要在上面。楼上有没有建筑物啦、啊？有、啊，我看到了，在下面了，通通在下面了。一个是在上面吧？没有，在下面了，我看到了。你要我射给你看吗？没有，这边有一个、啊。不好意思，射不到，在那里。这边啊，哦，上面啊，是下面有一个，上面也有一个、啊，最下面有一个、啊，嗯，下面那个我捡了、啊，哦，我没捡，我应该跳下去了，上面先捡完吧，我怎么没看到手机？这边、啊。你跳下去了、啊，跳下来也在这里，我也捡个手机啊。嗯。啊，不行。好了，我们去下一个那个。哎、欸，没有很远了。嗯。我感觉 UB 好像有做出一个蛮好的一个点的，就让人家觉得回味无穷。那个是在底下吧？嗯，这个是在底下吧？对，在底下。那应该要从旁边绕下去了。这边可以下去吗？知道，我现在也在找。那我绕回去了。我后面有一个新爆的、哦。对对对对，对，可以下来。你有看到我的位置哦？我现在走过去，刚才的位置就可以走下去了。跳下来，跳不下去，没有那么写实。我卡 bug 了。
哦，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下去？有黄布的就可以跳啊。没，可是我跟你说，他没有黄布哦。东西不开一开。干，要回头哈、哦。嗯哼哼哼。光剪的就够麻烦了。嗯，跟我还要升级。前面有升级是其次。冲啊！搞定。哎，对，可以背回去了。可以捐材料那些有的没的。嗯。好、啊，你要飞去哪里？白宫哦。你还要捡吗？不捡了。几分了？差不多了，要准备睡觉了。哦，好，那你就先睡吧。那我就继续。那继续哦。那你干脆把那个圆环那边国土一起帮我剪一剪好了。你们要睡觉、啊？嗯，去睡啊。我在想明天要不要玩，明天要看那卤蛋他们打那个比赛。六点。让去领任务，哎，可是找不到任务 NPC， 哎，装备配置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再多一个吗？哦，那个啦，就是副，就是类似你。电力、火力、水那些的有没有？嗯，就是你有时候要切换的时候，就是可以快速切换。按装备就留着就好。是哦，我现在想继续打一下自己的任务。你这样等级一拉高，我就很难练了。可以了。可惜那任务结束。这些你，我其他几乎都是要满等之类的。差不多。这边要捐献要去哪里捐？我忘记了，旁边吗？好、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吗？等，我先捐东西。是这边捐吗？不是这个。很好，我捐到。你现在人在哪里？西院哦。我在西院。嗯，钢铁，钢铁这样还捐不够，不是要100吗？
捐赠枪套。捐那装备有什么用吗？就捐装备而已啊。就让他们有那些装备。嗯，很像是橘色的设计图这样子。嗯。欸，为什么我的？新屋顶烤肉区。相片模式。哎，我等级为什么突然又提升了？捐献瓦片十个，背包。中断宣传。那你在哪里？我在那个那里。Grace, I've been asked to relocate to the base operations to help you coordinate with other agents. Come see me when I get set up. Hey, dude. Gaijiao Zha Xiang. You 达到新的里程碑，合作，团结，这要干嘛？国家档案博物馆水源计划，两个计划。现在做装备浪费啊！对啊，现在做不了什么装备啊。对的，我刚刚一回白宫，哦，他叫我去看任务了。哼哼哼，先不管他。专精，你要帮我解吗？一二三四四个，他说你要明天再帮我解。啊，明天好了。还有什么可以看的？那试试卡片不能用啊。嗯？哎，我专精其他都点满了，剩几个要三十的都不能点。对啊，一定够啊！后来就是。捡到什么？哦，对，还有那个装备那个武器也可以，那技能啊，技能也可以用专精的。守卫无人机之差小，轰炸无人机，好，不然来改一下，修补轰炸，电力、防御、火力，我看人家是，你要跟人家 PK 的话，火力要很高的那种，因为 PK 火力高的话，人家也是扛不住，就算你是全血的话。这是军械东西太，这个太机车了。背包，
哦，控制点，什么？重新补给控制点50个，我靠，那要补不多久啊？老板，你不用，你角色人物挂在那边就可以了。挂在那边？不懂，因为他哦，这是你的剧情吧？不是啊，就捐献那个、啊、升级的、啊，不是吗？那建设的、啊。嗯，我知道啊，对啊。嗯，那时候说连班三角动距减发那些啊，然后打完成连班三角的活动，连班三角的友军控制点50，意思就是说要打50次咯。嗯，还是捐献那个数量50。